给猫咪补充蛋白质有什么好处？蛋白质是猫咪身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保证猫咪健康的基本。为给猫咪补充蛋白质，可以保持猫咪身体健康，减少疾病的产生。当猫咪的体内蛋白质充足时，毛发才会光亮、柔软、顺滑。猫咪缺乏蛋白质会导致身体消瘦、发育不全、消化不良、身体抵抗力下降。猫咪的成长期会消耗大量的蛋白质，母猫在怀孕时要保证蛋白质的充足。公猫在交配后需要蛋白质补充体力。饲养员可以每周喂用一至两次蛋黄、肉类、鱼类来喂用猫咪，还可以购买宠物专用的蛋白质为猫咪补充。